现在就是突然的，现在好多主管就是在奇怪，但是我就是觉得中国人他是得用他们自己的文化跟大家交流更好一些。因为中国文化，我学习中文的时候，我学到过好多中国的以前人性故事，孙悟空啊。那种抗灾的戏的历史啊，学习理解中文，然后才能理解中文。然后中文说的是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也不是说只是说话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有一个文化在里面。我在这个环境，我说你好，但是你吃饭了吗？有什么意思，对吧？不是你好，因为是国外的。但是在中国，你说你吃饭了吗？就是你好的意思，对吧？所以文化知识很重要，学习文化的。